行了吧，就这样吧，有声音了就行了。有点小吗？哎，这昨天没来公司直播，我这个设备炸掉了，奇怪，已经100%了。这皮要砍到什么时候去？哎呀，哎呀，为什么不上冷孔？忘记了，这本来应该要上的，因为我三连胜肯定是要上的，然后对位争波连胜的，就弄那个声音弄得我头有点晕，忘记了，分心了，不要1块钱吧？啊，完了，输了，彻底输了，输得很彻底。啊，这两张歌姬怎么给它利用上？这怎么整？我能不能玩歌姬拼指示啊？发明三指示四精密拼一下，到底已经有能有德莱门了，玩屁啊！歌姬在哪一口能赢？你这个锤子不要扔男刀，怎么把男刀 boss？ 你别说，我玩赢了。哎呀，你别说我输了啊，怪不拉几的发明海克斯科技赌变形重组器是吗？硬赌一波变形重组器，你要说等赌吧他也能赌，说实话来了还真能赌。变形来了，我觉得来了，我有预感，兄弟们，这轮真要来了。那我话都说在这儿了，要赌，那怎么赌呢？真来了，来个屁！我要狩猎吧。神器能给我用的不多，我要狩猎吧。我缺吸血，缺群体吸血，这样德莱文可以不要带吸血。我要狩猎。昨天播了呀？没看吗？昨天播了。启动。正好没蹭到，兄弟们，站这个位置不行，看这个位置蹭不到攻速。刚那个加成是他开大招的加成，不是他歌姬给的加成，歌姬没有给。这机器人大概率是要输，我觉得不拉冷扣吧。他这个 C 位是什么？ C 位是这东西啊，那应该打不过我吧？说说。我还是有点输出的，哎，但是我前排没有，你别说我打不过他，我被他满路了，他有前排，我没前排，还好没拉人口，感觉拉人口更惨，这不，三发明一二三，四精密一二三，六个人口，然后再加德子加指示，再一个转职，八人口正好。我现在缺的是一个前排，我前排倒太快了，歌姬就是个前排，这把要七人口地的，质量太低了，这把是七人口地的，全部都有性，要不要抢牌啊？一家，这家是萨尔，一家德子，七人口50块钱，一张，两金螳螂，德子就一张，还好。啊，这装备，说实话，大问题。
好像可以两斤米呢。特工有脚力，你会尝到牛角的滋味。四斤米也一样合吧，不然我这装备挺尴尬，难道合掉的。内部地能，这个四斤米怎么上？上八门口三发明，这一把有保镖的位置吗？八门口三发明，九门口或者有转职再补保镖，没有白魔的位置，白魔不要。OK， 就这样。捏了德莱文准备上门口，等一轮选秀，但血量健康不着急，我需要装备，我现在没有装备是个最大的问题。我这个妮可想追这东西，前排就是这东西，传送门最好有两个，这歌季已经不会卖了，上线就出来，这追一个三星，这样我就有上线。西南口地的局一定要有个上线，不然的话，你地的钱很难转化成战斗力。真的猪脑过载了，刚开完，过得有点快。哦，不完全过，兄弟们，他没有完全过载，他装备全给上来了，但没有完全给。啊！哦，牛批，歌姬，歌姬就是歌姬，真牛！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个好一点的，升级的，执事之辉，都是好东西，确实不好选。能五值吗？下个门口五值，五值有没有？这个加泽利，那发明不要了。还下前排，这东西，这个阵容就不是，就没有前排，它前排就是传送门。你要暴力输出，在你传送门倒之前把人清光，才是这个阵容的正确玩法。我现在德艾文就是装备比较差，我是个羊刀，但你看他还是清掉了，我传送门还没倒。我现在缺点输出装，所以我下个传送门不一定会喝。买点装备，石像龟搬家，白魔，行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，基本上就这样开一个。哎，我上门口要上什么？你先顶一会儿吧。石像鬼搬家，对吧？发条站中间的，然后电刀还得再住一次，然后给他再找一件输出装。轻语其实没什么用，我。直接落点加 VIP 德莱文，轻语确实没什么用了。我70%免甲了已经。再住一次啊，我单住一个吧，单住一个这个，想要一个这东西。啊，确实不太好，正义没用，二选一。
怎么样？一下子有了想法。好像还可以。就这样吧。挺屌的感觉。好像还行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好像不是很行。缺个执事转的话再抢吧。我可以下个执事，我可以下个执事上个什么？上个极客吧。上个极客吧。哪个执事能下？要么再上个执事，要么下一个执事。我一下子尴尬了，兄弟们，我尬住了，我三局了，我难的难受的要皮，开个白魔，我能下什么执事呢？下个他是吧？等会儿我先要个两极客吧，这东西暂时没什么用，要个两极客，不然我不够肉。两极客的盾挺重要的，两极客的盾会随着游戏的进行越来越重要。这执事拿坏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第二个执事不应该拿的。阿北甚是后悔。传送门，能给我传送门就把我吃了，这个传送门给我，我真吃了，妥吃。哎呀。作弊是吧？冰心，冰心也没了、这样的话也不是，也还行，可以，就这样。艾克，两极客很重要，艾克倒不是很重要，两极客很重要。我想要两极客，我先上个人口再说。这东西真没用，这东西走。两极客最好是挂金克斯，两极客很重要。这种阵容的两极客特别重要。你走，我不要了，没有他的位置，不可能开四局的吧？巨神德莱文，四局真没有。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坦度，这个是可以要的，这样是可以的。但是这样的话，现在不够肉，我单传送门扛不住，我两个传送门怎么玩都可以，对吧？等会可以两星的换他，然后要个群体白魔。然后九人口先上九，上九要那个，上九要金克斯，上九要金克斯两极客，两极客太重要了，极客到后面会越来越重要。这里有个刺转刀妹，正好拍到。对，暴杀也是要有点漏的，极客这东西到后面是越来越厉害的。他凭什么先打我德莱文啊？哎啊，那这刀妹，这刀妹。他一个人把我切完了，我还防了两个，我一个保镖放在这里，他凭什么先打我德莱文，把我德莱文秒了呀？作弊是吧？开挂的挂逼，真没意思，跟挂逼玩游戏真的没意思。巨神转不是很有用。启动快一点，这个追镜啊，看一下这边两张镜。得换换位置，这德莱文要不不吃了吧？吃的很难受。那我得地了，我上不去九了，下波地掉了，已经到前三了，这把不太可能上九了，地进了。
三巨象。哎呦，三巨象不好打呀。白魔师啊。他还有一波龙错。往这边射。那也太low了吧，太low了吧你，三个分刃，三星禁术，其实我觉得输的挺正常的，打不过是有点，哪怕我有水银是有点打不过，我打不动他，折子卖的不就更打不过了吗？你靠三星进去单死，我是有个拆卸器，然后卸个这个东西过来给他是吧，没太大差别，你四枪秒不掉人，没有第二轮启动的机会，你给个，你把其中一个装备，比如说你把这个飓风换成一个光明的飓杀，你四枪该秒不掉还是秒不掉，得站开一点倒是真的，我不应该摊那两个旗子是真的，他光明分刃触发两次的，这个卡莎无敌呀、啊。